大家好，看我身边的这些土疙瘩，以前山里面没灵药，到处都是，现在都成了抢手货。它叫做棉壁蟹，经过加工切成片晒干，现在可值钱了。这是我们江西的地产大户，中药名叫做棉皮蟹，这是我们江西深山里面的特有品种，一年的产量也挺大的。这个加工方法嘛，就把它洗干净了，再去剪去干皮，然后就这样切片晒干就可以出售了。这个价格很贵吧？还可以吧。我们中国的各大药材市场的行情是现在15000吨左右。干货？干货，切好的干片。嗯，成品货。啊，是一种野生的药材哈。是的。这就是晒好的棉壁蟹，把它晒干了就。